第一站要先去审计新村，不是世事南村哦。我刚一直叫导航世事南村，他一直说台中没有世事南村。那就这样喽，开始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到了。冲完餐包店，来台中一定要吃，虽然我还没吃过。它是餐包哎。对啊。我要北海道牛奶，加一个广岛风猪肉炒面。春晚，然后我买两个口味，一个是北海道牛奶，一个是铁观音奶茶。但是可能要大很饱。对啊，今天才吃一个。你怎么知道这间店？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很有名啊，虽然我根本没吃过。哦，它里面有东西。哦，我的是北海道牛奶，你的那个是奶茶。这个是那个铁观音。我很不会形容面包哎。真的是好吃的。它外面其实就是一般的餐包，它最特别就是里面那一块，店的什么口味就是反映在那个这一块上面。就像这个是北海道牛奶嘛，那这个绿绿的就是那个。哦，你这个茶味很重。哦，天啊，你的很像喝茶哎。有点像冰淇淋的口感的那种。那它多少钱啊？两个100。5:30它就打烊了，所以如果要来台中吃的。大家要抓一下时间。然后我刚本来想点他们的那个日式炒面的口味，1:30以前才有提供。他有写字哦，杯身都是现写的哦。萝卜哎，你看有萝卜，这里还有别的，山珍海味。很多葱哎，它很特别，它的蛋饼皮是脆的 ，never 吃过脆的蛋饼皮。我不太喜欢葱啊，但好像在吃葱油饼，好像在吃蛋糕，我觉得像在吃蛋糕。它那个皮带很厚，有点蛋糕的口感。千层蛋糕的皮，嗯，好像是蛋糕，口感是特别的，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的好厉害或是好吃，但
这样一般的蛋饼，对，跟一般蛋饼不一样，就是这种口感的蛋饼，就是外面吃没有吃过，然后但也没有说到特别好吃，就是可以试试看。